脑 therapy 超声刀利用微聚焦超声波，将寄居的能量穿透表皮层，达到皮下深层，是目前唯一一种以非侵入性提拉皮肤的技术，实现以拉皮手术类似的提拉紧致的效果。那微聚焦式的超声波能够精确定位真皮层和皮下组织，形成热凝固点，提高皮下温度，促进胶原蛋白的收缩变形，以达到提拉紧致的效果。那胶原蛋白即刻再生，并自然经过三个发展阶段，那研发症细胞增长，然后促进胶原蛋白的生长，以达到紧致肌肤的效果。脑 therapy 超声刀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，脑 therapy 超声刀能促进胶原蛋白再生达到42%。